我比你想象最重要，更加深情。晚上好。我在吃玉米肠。非常的开心。对，刀锋回来把我冷死了。今天疲惫，当然，为什么疲惫呢？因为刚刚去了海边，被风吹得很疲惫。好讨厌，这刘海被海风给吹油了。等一下，马上马上。在直播。对啊。谁能想得到呢？哎，我受不了了这头发。别钱应该没事吧。出来有点像个卤蛋。简直是那个妈妈再扎紧点儿。你怎么又骑着回来了？因为没有先告诉他，所以他碰瓷。因为被冻着呀。冷死我了！也不是没吃晚饭，刚刚一直在走路，就有点累了。我没有去哪里玩，我就是去那个海边走了走。随海边的风，确实，这风轻万种。出现在我梦中。卡粉确实，这妆化一天了不卡也是有点奇怪。明天机场见，明天机场见。我的卧蚕好闪亮，毕竟不是我画的。发现这个姐姐很喜欢给人画一个卧蚕，大大的卧蚕。海边真的冷死了，我的手差不多快算恢复，谢谢谢谢。冰冰的真的吗？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浮夸。买了一个核桃派，这么说呢？这么说呢？太甜了。对，真的太甜了。脸都快瘦没了，哎，这种好话多说点。我没有吃高粱饮，但我听说王毅说他买了，那我可以回去蹭蹭他了。
金曲快播了吗？奥良也不是很好吃，大家都吃个新鲜啊。我知道官宣了，只是在跟你们拐弯抹角一下。是4月播啊？4月3号播吗？4月3号吗？4月3号我倒不知道。每周六可以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我也没去参加。谢谢，真的不认路啊，送的权杖。真的呀，我也没去参加。好吧，那要好好上课。我牙口好着呢，怕啥？什么甜甜？天天都在吃吗？那我以后不吃了。好的，好好上课，以后也可以见面。我为什么觉得我瘦了？就是这样侧面看到这儿的时候，快看。真好，明天穿吊带走机场。明天回上海呢，你要冻死我是不是？上海很热吗？真假的？真好。谢谢迷失森林送的权杖。现在还卡吗？大家看我今天拍的。出现在我梦中，想偷偷带走，藏进我的枕头。没有自己拍自己。虽然说张琼宇真的一直都没有对上过焦。您说这怎么做到的？这个胶都没对上，背后的背景。这是要怎样？这么久了都对不上胶，我要气死了。然后我自己给自己打了个光，像鬼一样。但是瘦了，你们发现了吗？怪就怪天气，像曾走过的秋天。等一下，我让我仔细看看。谢谢火炉大人送的权杖。等等啊，爱情不过是一场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有没有那种蓝色生死恋的感觉？
蓝色生死恋，哎呦，就是那种癌症姐妹那种，当然不代表她们个人啊，就是有那种凄凉的感觉。剧情下了又停，怪这成语不如先怪自己。不明事氛围感 max。我拍的时候不是这种想法呀、我是抱以一种很单纯的想法，一种美少青春美少女的想法。我还在找琪琪的照片有对上焦吗？这么说呢？因为他们对不上焦，所以说我就只有视频。不留多余的期待，却走得好慢。视频怎么也没有啊？还有视频。今天的妆真好看，是吗？是吗？怪就怪天气。有啦。想要九宫格，九宫格，九宫格这么困难的事情，你居然找我？谢谢 RAPAYE 七送的皇冠，谢谢。我这次回去终于可以休息，我现在非常开心。比吃了煲仔饭还开心哦。刚刚我的视频怎么不见了？不会被我误删了吧？不是吧，不是吧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，不是吧，我的视频呢？明明是有的呀。啊，找到了，有饭就开心，倒也不至于啊，我又不是干饭小子。像曾哭过的旧电影。爱情不过是一场，不过是一场无病呻吟，毫无预警，下了又停，怪这场雨不如先怪自己。哎呀，我这个我的脸的状态变得最近不错，给你们看看。马上啊！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这可以吗？这爱上自己违法吗？不留多余的期待，却走得好慢，怪就怪天气。像曾哭过的旧电影，天哪！但我发现复试蛮容易失焦的。这时候已经开始疯了。
怪就怪天气。发出来，那可不是你们想让我发我就发的。我看着你的脸，傻傻的和弦，情人节卡片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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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会吧，我黑了吗？谢谢炸毛脑袋瓜送的权杖。我看着你的脸，心碎的和弦，情人节卡片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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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我有机会会发出来的，朋友们，不用担心，好吧？我要入手，我已经入手了呀。我今天做还躺还在那个拍摄的空隙的时候，我还在思考人生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不唱歌跳舞的话，我大概就会我大概就会当一个摄影师吧，因为我也找不出我别的什么爱好。就我今天在那思考人生，我觉得。如果有一天没办法唱歌跳舞的话，我可能就是一个摄影师。我看着你的脸，剩下的和弦，电竞，电竞其实这是一种娱乐，不能算是爱好。因为我很喜欢记录这个生活上的，这个世界的一切。代拍，不会的，不会成为代拍，我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摄影师。我当站姐，我能给谁站呢？当站姐不就又跟唱歌跳舞这些偶像生涯又沾了一点嘛？因为你变成了拍偶像。我说的是，当有一天跟我的这些事情都无关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怎么样？小班模特出道。不允许，我也就是随便说说啦。看着你的脸，我愚人节公演上呀，吃快乐星球也不错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充点药，等会儿播完我就去充，好吧？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的和弦。好想放歌呀，居然只有一个手机，太孤单。谢谢透明石送的皇冠，明天需要早起啊，不是赶飞机吗？但我都早起习惯了，现在内心毫无波澜。对啊，今天妆是化妆师化的。我是雨下的夜，我的爱一直就像雨水。奈奈出演就一首歌，然后冷餐会在，还是我自己画的更好看。
我自己画的时候不也有人嫌弃吗？做什么都不会所有人都喜欢的。BGM 可以自己唱。今天眼线格外流畅啊，今天眼线不是我画的。我也想小班，好久不见小班了。谢谢 YUNKI613 单推零一七送的权杖，谢谢。明天可以见到了，明天可以见到机场的我，后天可以见到排练的我，大后天可以见到公演的我。我生日公演，暂时没有收到任何通知。我看着你眷恋。哦，对，还有握手会呢。握手会要来的，请举起你的双手。我看着你的，这就是 William 吗？这就是 William。人的脸都是 William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下次一定。咋瘦的，好羡慕。哎，你这一话说的搞得我像是那种很励志的那种，瘦了五六十斤的。我就是随缘啊，忙累了吃的少了就瘦几斤。我现在你没瘦多少斤啊，我就差不多瘦了六斤吧。对，还有运动会哟。对啊，其实也不啊，不，怎么会是六斤呢？对不起，我现在是45，我之前其实就47，瘦了四斤。挺好的，你瘦了，你整个人都会自信很多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还是要瘦的，不能说，要多吃点，真香。这瓜子有点潮啊。必须得瘦呀，如果你不漂漂亮亮的话就会没有人喜欢的。我想瘦成很瘦很瘦。不仅会嗑瓜子，我还自己包，会自己包呢，自己剥瓜子。嗯，看吧，就有点费手。我要瘦成一道闪电，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。说好了呀！谢谢是蝈蝈呀，希望老公天天开心送钱账，谢谢。闪电的直径是5米，那我就要吓死了！我说好可怕，这段选手机在这响，他密码是多少来着？忘记告诉我。我突然想到了那种，就是你的房间里面突然有一个手机响，然后其实这房间里面只有你一个人，然后你往床下一看，有一个人说。大家好，我的大菠萝里海绵宝宝。
面有人，真的吗？后面真的有人吗？你确定不是你的屏幕反光了，其实是你背后有人吗？给你们制造一个360度环绕敲门声。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，你会听到有个人朝你走来。你朝我的方向走来，我还是低着头等待，发现你的时空画得有点歪。真的很歪，勇敢做出来，害羞的对我的关怀，所以我只能低着头。你朝我的方向走来，我心里写信，我心里写过的你习惯。怎么你的身上一个没有光？带着钱出去吃外卖去，因为我不吃，还是跟人家吃去，减肥谢谢。过了晚上8点钟，夜宵时间别叫我了。真的很拽，谢谢。这几天从来不怎么下楼拿外卖的原因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不吃饭。你朝我的方向走来，请叫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不要想的太多，遇见你以后，谁说心如刀割，钻石又怎么？哎呦喂，正常的吃的还是有的，正常，还有颗瓜子仁，哎，算了，不讲了，正常的吃的还是有的。这还是有吃的，放心，我又不是神仙，咱们年纪大了还是会吃东西的，好吗？哇哦，海南鸡饭，是吧？所以我给你看一看。哦，我不吃。很好吃啊。因为无锡的好吃。对，确实。哎，你尝过了？对。好吧，原来你也在这点过了，确实没有无锡的好吃。我们俩好像拨打视频聊天一样淡定。我本来还想给你就是炫耀一下，说哎我在这点了海南鸡饭，没想到你已经吃过了。我早几天就吃了。这是70块钱一杯的橙汁。已经是到了。
这是免费送的矿泉水。你尝过它了吗？嗯、没有。所以我觉得我不是这样。QQ 弹弹还能拉丝，好吃又健康。可能是这样。这不是你家的橙汁。就是。这是我家的橙汁。啊、哦，不对，等一下。那这是我家的橙汁。有草莓味的、蜜桃味的、山楂味的、红枣味的。外面这层糯米纸可以吃。来吃一个。玉米淀粉，你看，给我展示玉米淀粉。段学声音这么小的吗？没，他上去吃烧烤去了。他在楼上吃啊？对啊，我又不吃。嗯。如果吃点菜的话，我们顾不上你讲话。拜拜。再见。速战速决。尬住。遇见你以后、嗯、对啊，我每次的连麦都很淡定，没有发现吗？快速嗑瓜子。我那一次是我刚开始连麦，现在我已经云淡风轻了。什么样的？不会上火的，嗑瓜嗑这么一点不会上火的。那我不磕，再磕打嘴，再磕再磕，再磕就是大笨鸡。哎呀，我真忘了，哇，这成习惯了，我要把自己捆起来。所以你只能低着头，低着头。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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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知道吃这种垃圾食品没必要，还不如给自己一碗香喷喷的米饭。所以说，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胃浪费在嗑瓜子上边，保护牙口。给我归位，刘海。不要想的太多，遇见你以后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你就能是好吗？好了，因为我怕手机没电，因为它还有7%的电，我不能让它关机，关机的话会充很久。然后明天穿什么没有呢？啊，救命啊救命啊，没有衣服穿，谁来救救我？谁来救救我呀？等一下，我坐过去。发现你的什么帅哥没有光。清早我能习惯一眼。发现你的什么帅哥没有光。
这视角怎么看怎么奇怪呀、啊？再播一会儿就关掉了吧。这视角着实有点丑。这是视频吗？大家好 ，Hello， 晚上好，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回我消息？是吗？视频视角。看见的眼线，为什么关机又关机？还是会想你，特别是晚上。现在是大头视角，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。好的，用这个角度给大家直播吧。大家今天开心吗？明天就回去了，好开心！我终于可以睡懒觉了，虽然说就一天，但是也很难得。我瘦了，我就不像蜡笔小新了。我不是蜡笔小新。我是雷格西，雷格西你们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我耳朵耳坠，希望它不要被不要疯掉吧，不然我真的会疯的。还在姐姐那儿。好啦，朋友们，我关掉咯，今天的聊天就到此结束吧，咱们回上海再见。拜拜。